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5月8日，来玩这款《剑侠风云》。这是一款自走棋水墨风策略武侠手游，于4月10日双平台火热开启，礼包码 LDKL51 即可领取元宝、万人券等奖励。剪影风格的火柴人左右战斗模式，武侠策略自走棋，5分钟一把，随时开打，多种侠客与技能任你搭配。每次打败一波敌人后，可以获得 Roguelike 3-1武学功法，结合了自走棋的策略属性 buff 加成，分为多门派、剑法、拳掌、医疗、刀法等等。相同武学功法叠加后有升星功能，升到满星后启动专有特效，自由搭配出多种各具特色的武功阵容流派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体验。好的，来吧，好，来玩这款《剑侠风云》。进来看看有没有音乐。OK， 有音乐了。他的游戏介绍说是自走棋加 roguelike。那我们这边看你要剑法、枪法跟拳掌。峨眉剑法。逍遥剑法。点击敌兵切换攻击目标哦。没有自走棋啊，就感觉是 roguelike 加挂机啦。顶多就是自走棋，它可能会截取功法合成吧。就你看这个逍遥剑法，它一直选，它就融合有没有？两个去融合吧。好，剑法246。这个应该就是你同样的都用剑法的话，就会有一个 buff 加成。然后这是逍遥派，我好像玩过，是不是啊？《剑侠风云》，我来查一下这个游戏有没有玩过啊？可能我玩过类似的，因为我玩过的游戏实在太多了。《剑侠风云》没有，我频道上找不到，因为这种游戏都是路服游戏嘛，路服游戏。蛮多都很像的，我可能玩过类似的。然后他名字一换之后，台服上架名字一换，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了。只是隐约觉得好像玩过。对啊，什么铁匠之子什么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哦，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界面。Play 商店的那个首页有看到啦，我就来玩一下这样。目前不知道有没有脸书啊，下载次数10000+，评分比较低，2.5颗星。好，在七服，进来之后有用 Facebook 跟快速注册，那我用快速注册它产生一个账号密码，然后就直接进来了。这里有兑换码，他说要关注粉丝页，可能要去这个粉丝页是不是？粉丝可能是 Facebook 吗？啊，不知道，可能要再找找看。有的话，我就把它贴在下方资讯栏位啦。这个是 buff， 然后这个可能是看广告。我怕我点了就看广告，点点看。哦，没有，点了之后还有三个。看广告领取这些奖励，体力啊、金币啊，还有万能券、法宝、神兽特权、成就排行榜。应该是没福利，通常没有打预约注册啊，或是大游戏才会比较容易有福利啊。万能券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玩好了。有没有养成的地方？看一下，这里可以升级功法。需要这个5000铜币啊，我没有。然后装备目前也没有。副本、铁匠铺、
这边可以转方向吧？这里有分门派跟权长，然后这边有医术。那你就要尽量去选说，比如说你像峨眉派，就尽量选峨眉派啊，或是权长。你看这边有，它这是 roguelike， 然后的那个同样的可以升星。好，这边有峨眉派嘛，这样我就有两个峨眉派。然后第二张少林寺有石棺啊。欸，我不是选了吗？没选好吗？可以刷新啊！哇，这个 boss 看起来有点厉害欸。我们可能打不过哦。对，我们应该是打不过。原来小兵不用杀，我以为小兵要杀欸。我刚刚也想喝水啊，因为我又渴起来。我现在窗户没关，外面正在下毛毛雨。这两天台湾有下雨嘛，然后稍微变冷一下。好，目前还好。你看我都没选好啊，选了一堆有的没的。拳掌两本，少林寺二，峨眉二，剑法二，内功跟枪法没有。再来要四本呐、啊。然后你也可以刷新一下，比如说你选不到，对不对？选不到就刷一下。好，可以升星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一直选一样，它就会升星，跟那个自走棋一样。它并不是说你会排棋子让它自己打，而是采用自走棋的那个系统。好，很勉强过关了，第二章很勉强。然后这边都是看广告、啊。全真剑法是怎样？这边都还不行欸。逍遥剑法，我看一下我有多少钱啊，这边要5000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多少欸。他说数量不足。哦，可能下面这个要抽到才可以升级，是不是？然后装备一件换装。然后副本，我们刚看过了嘛？这个是挂机时间吧？因为刚刚有一个金汤号，我想说看看是什么东东。好，华山派，战力过低，我们来打造一下啊？怎么打造？抱歉，这样是不是？哦。它有一个合成的玩法，升装备的玩法。还可以重置，就对，打太烂，就是像你看广告啊。这是一个广告发射器，但是没有强制，取决于你个人。欸，一件换装啊。他应该帮我选好了吧？不知道。血量 61， 这个比较强。但他有磁条吧？我是铁匠之子哦，真奇怪。他开始没让我选啊。训练也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一样是
小副本吧，让你赚钱的是不是？然后有剑法跟刀法，刀剑合并，疯狂暴击。今天对我来说还在礼拜天啊，可是我今天没什么休息，都在看小说，看修真小说。有时候会想要看一些修真类小说，修真类小说大部分都是杀人夺宝嘛，不然就打打杀杀。现在比较流行就是苟起来啊，苟且偷安的玩法的套路，然后就比如说去卖东西，然后卖一卖就被人家伏击，要抢劫你的东西，然后就反杀人家，固定套路啊，固定套路。我现在选剑法，先选剑法，剑法是加攻速，然后刚说刀法是加暴击，没有的话就再不管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剑法，现在三本而已啊，因为这个好像一样的，它会叠上去，它不会跑到这边，所以你还是三而已。看起来是这样，它的设定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玩一下吧，华山派。好，华山派打过就差不多，这个游戏蛮放置的诶，蛮放置的啊。就选那个 SR。华山派医术，力劈华山。华山基本上在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都会有。华山派，我这边都没有，随便选一个好了，一样是选这个多喝热开水。我现在需要，因为我一直有喉咙一直有痰呢、啊。那我现在医术二，医术二的话，这边有一些效果啦。吸血是不是？哦，有吸血的效果，对，没错，我吸一点点回来。好，这边有剑法，拳掌加攻击力哦。拳掌峨眉派，我现在两个峨眉派，两个拳掌，两个医术。我什么时候选到昆仑派，我都不知道。这个小 boss 啊，哦，没有关，有一个小 boss。继续选这个吧。拳掌，星河派。星河派。多一本的啦，多一本的，没办法，这边就有了三本，他要升星了没有？再来要四本，少林拳掌我现在三本哦、喔，好，我现在拳掌已经有四本了，峨眉。好，这个会一直往下叠加啦，因为这关卡很多嘛，20关就代表20本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拳掌，血量，我现在有暴击耶，一直出暴击。这个还有枪法，剑法，
剑法现在还没办法，因为它就重叠。免费刷二三次，哇，可以一直刷哎、欸！内功武当心法，好，二妹剑法升到二星。我觉得那个吸血应该还不错吧，吸血。我现在吸二十几回来了。再来看一下，老是二妹剑法，因为感觉好像都选的差不多了啦。哦，全真剑法。好，过关，这边还算简单，就是你要穿装备啦。天地天绝地灭，好，上一页，武功要来练的是不是？这边有天绝地灭，那你没有留这些啦，有橙色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，那这个白色的。OK， 那就试玩到这边吧。整个玩法就中规中矩啦，就 roguelike 三选一，选功法，然后结合自走棋的玩法，自走棋的策略就是同样功法可以升星，然后有那种 buff， 分门派跟拳跟那个武功类别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咯。那相当单机啦，没有任何聊天系统，就是一个单机的游戏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影片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